104这个跟数字其实差异性不大，所以这一题给各位当练习题。那答案的话在云端上都有，我也有放，所以请各位自己再练习过。然后各位看一下这一题啦，刮弧内的就是抓刮弧内的字串，那打开之后各位可以看到就类似像这边参赛者资料，那有一些有刮弧，有一些没有刮弧，那有刮弧的我希望能够帮我找到刮弧，把刮弧里面的东西放在那个我的 B 栏里面。那理论上当然如果说你不知道有什么函数可以帮你完成这件事情，可能一般人还是选择土法炼钢。它土法炼钢可不可以？可以啊，但是你会发现很浪费时间啊，所以最好能够怎么样，帮你自动去做完这件事情。其实你会发现真的快很多，最好是产生一个按钮按下去自动完成，那当然最好了。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势必就是按部就班来看。那基本上要完成这件事情的答案在这里。好，我们先来预告一下大概要学哪些函数。有几个前面都用过了， if 这个其实 if else， if 应该叫 if else， if else 这个其实它是等于是有点像两个函数把它组合成一个，前面是 if， 后面是 else。 这个 else 的话呢实际上就是错误了，如果发生错误的话做什么事情。那因为在第一个，第二个是 meet 的函数，第三个是 find 函数，尤其是这个 find 重点在这里。那这个 find 的话基本上的作用是什么？寻找，寻找某个字串里面有没有什么前刮弧，那它会回应给你。如果没有找到，特别是为什么要用 if else， 如果没有找到它会返还给你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呢？ value 的错误。所以呢，如果你没有用 if else 把它过滤掉的话，它会出现一个怪怪的东西在那里，一个井字号啊，可能一个 value 这样错误。所以呢，为什么会需要 if else？ 主要原因是因为 find 函数如果找不到的话，它会丢回来给你一个错误讯息，然后我们可以把它过滤掉。那基本上我们这个逻辑基本上是去找到什么前刮弧的位置，那它会告诉你位置在哪里；找到后刮弧的位置，它会告诉你在哪里。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位置算出来，然后丢给 meet 函数。meet 函数它三个参数嘛，第一个参数这个储存格，第二个是什么？它的开始位置啊，开始位置实际上就是 find 前面这个嘛，再加一后面这个，在后面这个的嘛，找到的再减一，那自然而然就会把这个东西用 meet 函数切割过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OK， 应该看懂那个函数吧 ？meet A2， 其实我这边是用这个来代替 A2， 然后 A2 里面的话找前刮弧，找后刮弧，逗点位置啊。不过这样看其实还蛮辛苦的，所以一样，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后面总共有四个步骤，分别来完成。那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这个先把它删掉好了，也许我们等一下再一起看。然后当然最好你想说老师，那是不是最好可以插入一个函数？那这个函数呢有一个所谓的什么呢？使用者定义。然后那个定义函数就是什么？就是截取刮弧中字串那个函，那选它自动就出来了。不过这个有没有？有啦，云端上有放啦。不过这个最后我们再来看，按部就班，先从那个函数里面来做。那怎么样找到前刮弧？第一个插入函数找那个什么 find， find 在哪里呢？特别是在文字里面，因为要找什么东西所以找 find 这个 find 里面，当然你会发现还有个 find b 的，对吗？其实就是用 byte 的方式找跟一般的方式找那一般其实比较多是用 find 。除了 find 之外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叫 search 有没有？那其实很多人就纳闷了，明明就是都是 find search， 好像是一样的意思，到底有什么差别？OK， find 跟 search 有什么差别？其实简单讲起来，答案上面都有告诉你。find 区分大小写，前面呢，你看某文字串在另外一个字串中的起始位置对，你点 search， 其实基本前面的叙述都一样，关键在这里，大小写视为相同。所以如果说以后呢，你如果不区分大小写，
请你用 search。但是如果你区分大小写，那你就用 find 啦 ，OK。不过通常一般的那个坊间的书籍啊，比较少去讨论到用 search 的问题啦，大部分都用 find 比较多哈。那因为这一题我们也没有什么大小写问题，那干脆我们用 find 好了哈。OK， 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 find， 那 find 什么呢？在这个字串里面，帮我找找看有没有啊 ，find test。所以特别重要，第一个你要 find 什么东西，你要告诉他说我要 find 前刮弧。好 ，OK， 前刮啊，记得哦，我看移开来，它会不会自动加双引号？自动会加。有一些不会自动加，所以特别重要，它会自动加啊，算了，你就知道让它自己帮你加前后双引号。那再来的话呢 ，vsin 哈，所以是要搜寻的字串。啊 ，vsin 的话是在哪里找？所以特别是在这个储存格里面找，在这个储存格里面帮我找找看有没有前刮弧啊。那 star number 意思就是说你要从第几个字开始找，如果没有从头找，那你就空下来，它会从第一个字帮你找，有没有？它这边如果你省略的话，它就从第一个字找。那当然如果你将来如果要做全文检索，比如说储存格里面它可能不只出现一个那个字的话，你可以找到那个位置记下来，让它继续往后面找，继续往后面找，找到直到没有为止。这个在好像我其他的范例有提过，因为刚好有个同学他工作上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他说可是他说老师你这个只有找一次啊，那如果我里面有不止一个刮弧啊，我有好多个刮弧怎么办？这个问题就来了。其实跟各位讲啊，如果你用函数第二个刮弧就麻烦了。 OK， 那如果是你是用 VBA 来解决这个问题就简单多了。所以这个也许后面我们再来谈。如果说你有两个以上的刮弧，那怎么办？那你当然要用再往后找吧。star number 的这个数字你可能就是找到的一个刮弧你就在 star number 就是从他找到的那个刮弧的位置再往后面找，就把那个找到位置加一不就好了，他就要往后找。 OK， 好，按确定前刮弧，那你会发现向下填满，有没有发现怪怪的对，找不到他就会用这个讯息告诉你，他不会跟你讲说找不到，他会用这个。可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这个东西给使用者看到他会觉得怪怪的，你这个是不是公式有错？其实不是，那是正常的。可是呢，如果你希望把它过滤掉的话我刚刚有用过，有没有？很简单嘛，如果你要过滤它剪下它，插入一个什么呢？过滤的公式，刚刚有用到这个东西，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这个东西过滤掉。那如果说你把公式贴上，发生错误的话，你要做什么？有没有？这个有错误的，很简单，给它一个没有东西。特别重要，如果你要给没东西啦，就是说你很讨厌说，看到这个好像怪怪的，那你就这样给它空字串就可以了。OK， 按确定。好，这个时候有没有发现向下填满？全部过滤掉了。OK， 所以其实就在这个地方不过我们其实暂时这个 if error 可以先反正先了解就可以了。OK， 所以 if error 还蛮好用的那后刮弧的位置其实就是怎样，我把这个公式干脆复制好了，因为东西一样，差别在什么？差别在这个后刮弧，有没有？这个把它改成后刮弧就可以了。所以我刚刚把公式复制贴上再打勾，复制取消贴上打勾。 OK，然后这边也是找不到。 OK， 好，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什么刮弧内的字串，那我找到前面的也找到后面的，这个才正确，那我就可以怎么样把找到的位置怎么样1 2 3，可是问题我要的不是那个刮弧的位置，我要刮弧下一个，所以加一，然后我要找到这个后刮弧的减一嘛，对哈。所以呢，如果说我要把这个东西用密的函数来做的话，其实你熟悉之后它就有点像行云流水，你只是把这个东西展现出来。 OK， 然后密的对不对那再来其实一样所以基本上我建议就是学习，你要学习它这个感觉里面到底丢什么东西给它，你丢对的东西它就给你对的结果。它跟你要第一个你要的文字在哪里，在这里。第二个你从哪个字开始，从这个字再加一 ，OK， 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这个的减一 ，OK， 所以
开头的位置，哎，不对不对，这个不对哈、哦，这个应该不是这样子，这个应该是啊，哎，整个字串，然后呢，应该是，哎，这个错误不要看啊、哦，也许是它的位置在这边，然后呢，它应该是总字串，应该是把什么，把这其实这个位置，后面减掉前面。可是好像会少一还是多再加一嘛、哦、就是因为少一个，所以其实、哦、我们可以怎么把后面的、哦、所以这边特别注意、哦、把后面这个减掉前 减掉前面这个、啊哦、然后再加把它的位置加回来，那因为、哦、应该是这样没错了、哦、OK 打勾按确定，那不过呢因为、哦这个本来就错误了，所以它一直错下去，那所以我外面需要哦，哎不对，这边是加一变成多了一了，把后面减前面的应该就是我们要的，所以这个加一哈、哦、把它去，我看应该这个 value 错误，然后向下填满 ，OK， 哎第一，把那个后面的位置。对，减掉一、哦、不是加一，是减一的，因为它位置会多一的、哦、OK 好，打勾，打勾之后，哎，对，没错 ，OK 好，那一样的状况就是说、哦啊、如果我这边没有过滤掉的话，哦 ，OK 这边、啊、这加一减一，你们自己再算一下，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哈、哦，这个算法哈、哦，你反正大概知道一下，好那。过滤掉怎么过滤一样嘛，其实如果你要过滤就一次过滤就好了，最后做完之后再利用那个逻辑、哦、逻辑哎，那我在这个去除，所以把这个公式把它怎么复制好了 H、哦、然后去除 value 的错误，其实我是用那个这个 if l， 所以插入这个函数里面用逻辑这个逻辑部分在这里 if l 这个 OK， 那把它贴上啊，如果有错误的话呢那就不要显示，就空字串 ，OK， 按确定。那、啊、这边没有、哦、OK， 好，那这边的话往下填满，结果就出来了 ，OK、哦、所以我们是分成四个步骤来完成。那这四个步骤、哦、基本上我把它放在云端上面，应该就已经有答案了、哦、各位可以看一下，在这里，一、二、三，哎，对，这里是减一，四，这个或者是下面这边也有了，那完整的在这里。OK， 好，试试看好了吧，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试一下。